是一定要的，艺人艾辰今天拿着大戒指，结果不是向女友王彤来求婚，而是两人合作的品牌终于要结合了。美式一桩却让王彤有点吃味，就临时的婚礼是挺，但是这跟求婚没有关系，你还是要求婚哦。啊？就是不是已经搞定了？没有啊，我还没答应要嫁给你啊。啊？说不定到时候那个婚礼是别的新郎。记者会后分糖果，两个人却自嘲像是婚宴结束送宾客。达成我的愿望哦，2017达成我们的愿望。要还是要求婚哦？还是要求婚啊？算了，你不要想说趁机偷鸡摸狗，就这样。啊，我刚刚很诚意耶，很酷。我刚刚是艾乐莎跟同乐会，哦，我是王彤跟艾辰，哦，可以。所以还有关，还有大关就对了。对啊。啊，恭喜两位创业合作，更期待两人尽快真的结合，传出喜事。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稳住我！稳住我！